不用，小公公不吸管的。嗯，因为他是吸管的话，他还会多一个垃圾。嗯，老公他胡子白白的，就因为他喝很多牛奶啊。他原本是黑胡子的，不是，黑白白的就是白。他用胡子去沾牛奶，然后牛奶就会渗透上去了，毛细作用。哦，当然不是，假的。